فد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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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ميسي يا ابني سي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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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ميسي كم بن لن啊你知唔知呢个单位有几矜贵啊唔知啊全个豪庭都会有2000伙咁呢隻户型就只得20伙即係咩得1%咋你知唔知个矜贵在边度啊唔係好清楚你睇下个景你睇下先OK 喎，靚唔靚啊 ？OK 啊，一日1333尺嘅2+1房，咁佢矜貴在就因為佢係新座數之餘，又高層又望到海，咁加埋佢70%實用咧，就兩個廁所加兩間房，咁你去睇下啲房。咁佢就全屋都望海嘅，嗯，咁呢间房都系望海，唔使讲啦。咁另外，因为佢新座数，我哋睇下个厕所，系配备咗个电视嘅，哦，咁咧，佢就喺你淋嘅时候咧，就，咁你话啊呢啲旧嘅唔好用，自己拆咗佢换个新嘅，咁都不错。但系呢个意念系唔错嘅。咁啊，睇下啦！哇 ，OK 喎。咁加埋，其實佢廳有個大雜物房嘅，咁正式嚟計，佢係2+1嘅。咁其實你話佢貴唔貴咧？同類型13、15座，有一間隔離1500尺都係望海，去到30幾層，大家都係咁上下高嘅咧，就成交咗1300000。你估下呢间几钱？千二，唔使，1100都唔使。Oh my god， 几钱啊咁？你睇下你揾我啦，我有锁匙随时你睇，你到时揾我，我再同你讲啦。我叫 Leo， 拜拜。